各位同学来看一下图像和声音，是不是清楚？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声音吗？好，梦梦你好，好，那我们来这儿，开始和大家去来分析这个。行情啊，然后在在今天的时候继续和各位讨论这个行情啊。最近一段时间上，我们除去股指外啊，还和大家继续去讨论了这个各种包括这个各种股市啊，就是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来的。这种单纯的外汇开始逐渐去关注到股票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股指一类的产品，它和汇市的其实是都有很多的交叉的地方的。那我们注意到，在汇市当中我们说外汇市场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来说外汇市场到底有哪些的优势呢？我觉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在外汇市场当中，它的标的比较少啊，比较容易去选择一个好的一个标准，或者说选择一个坏的标准啊，就是比较容易去选择这个标的，你的研究的数量比较少。那在股票当中，或者说在这些众多的金融产品当中。股票的数量要比外汇，就是汇市的数量要多得多得多。那比如说我们 A 股有若干只这种股市，那每股标普500啊，好几十3000多种股票当中，要选取这些优选股，其实是中间是有相当的难度的。但是我们在最近的时候一直和大家去来看的是一个新出来的一个金融产品啊，它就是。可以把这些股指方面的这些内容呢，去融汇到一起，做出了一个一种类似于这种基金业的这种产品新推出的叫做 Insight 我是蛮喜欢这个，就是我个人其实无论是在这个行业内还是在个人上面，我是比较喜欢这个产品的，它呢。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啊，就是这个的特点就是，它会把这些选项啊，就是把若干种投资产品进行一个整合。我们说，单纯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良的股票市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单纯的去寻找它是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产品呢，它把各种领先的金融。产品啊，或者说领先的这种龙头股或者权重股呢，去汇集在一起，啊，这是这个银河证券啊，他们做的一款产品啊，银河证券做的一款产品，他们把这个中间呢，包括香港智能配置、信息科技产业啊，去做一个这样的配置，同时去得出它的这种风险的估值，比如说。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就和大家，一个一个来去过一下，就是一半我们去讲解这种汇市，一半呢给大家去来看一下这个产品，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就是中间可以让我们从更加细节的地方来去了解到一个金融产品它的这种状况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科技产业啊，在这边有风险。我们通过3个月的回报的波幅估计出它的风险从一低风险到五高风险，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平均波幅，这个波幅来去评判它的这个风险。其实我们在交易当中想说，如果一二三就是平均波幅介于0到5之间，5到10之间，10到20之间和20到40之间的这个。被评级超过波幅超过40的，就是五啊，就是五。那么下来之后呢，20到40之间的就是这个，它就是一个
四啊，就是它的波幅，就是它的波幅的这个幅度啊，每日的回报波幅，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产品的这个波幅了，而是并不是说这个股市的波幅，而是说它回报的波幅啊，回报的波幅，它的回报了，当年的回报呢是14.5啊，就这个产品，比如说信息科技产业，它的回报是14.5啊，计价的货币的是 Hong Kong dollar 啊，我们依次来看一下，就是来看一下各个产品啊。好，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里边呢，有它的基准走势啊，这是港股的基准走势。那么下边呢，这是 inside 产品的它的基本走势啊，当周的回报和。那么我们在那天说的时候，对，这是从2018年2月开始啊，那进入到2018年的12月开始啊，就是从这2018年12月开始，那进入到今天了，开始走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盘整，而且从今年开始，它的最低点，从最低点就是以零轴为界，它是从-30、-38走到了现在的-10、-26，其实就是正值了。就是我们把这个标杆如果变一下的话，我们发觉它今年的这个年的回报呢，应该是在14左右。就是如果以2017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它是零，那么现在呢，它是在一年前呢是-38，那现在呢是-31，是上涨了7%，所以它当年的回报呢在这儿的是7%，而且它的这个波幅呢其实并不大，就是这个收益率的波幅并不大啊，只有20%到40%，也就是说这个14%它的波幅只有40%的波幅，最大波幅就是14。啊，年就是年化回报率14乘以1+40%，最小的回报呢，就是这个数值呢，乘以1减40%，乘以一个60%的一个回报。那所以说它的回报还是相当的稳定的，是回报率啊，不是这个实际的波幅的波幅率。然后进入到里边呢，我们会看到它在里边呢，有几款产品啊，美团啊，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一个啊，美团和大众点评，然后去汇集起来的产品，这个产品呢，在最近呢，我们是涨的是非常好啊，甚至我们可以在这儿呢点开它，然后在Google 上，然后看一下美团加大众点评的啊，目前它的这个啊，美团加大众点评的这个这个走势股指，这是最后一天。我们看最终的最近的六个月，那最近的六个月，我们看到它从底位的时候56块钱，一直涨到了现在的96块钱啊，从56块钱涨到了96块钱，可以说是它是走的是。走的是非常的稳健的一个指数。我好多时候说，建议各位投资人在去中间在交易的时候呢，可以多关注一些美股和港股啊，多关注美股和港股啊。原因就是说，在这个美股当中呢，它的这个律师行业，还有这个信息披露方面呢，都是做得非常好，所以在今年的大众点评可以说是，这是位于北京啊，它是包括是由大众点评还有这个受点评和美团，然后去一起去合办的啊，5000多名员工，然后2015年的时候与点评合在一起了啊，北京市啊王兴啊，底下有子公司有大众点评、摩拜单车啊更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产品。那投资人再去交易这个产品，再去交易这个产品的时候，实际上是交易了这个产品当中，就是当你去买啊，实际执行买入动作的时候，啊，实际执行买入动作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说，目前的持仓是
买目前的持有的这个多仓啊，这个多仓，那你可以去按照澳币的这个市值的，然后进行买入。比如说，假设我们买入啊这个。假如说我们进行一个这个进行一个买入的话，就会得到说他所需要的在下面的时候，他所需要的保证金，然后保证金的是2000多的保证金，可以买到市值14000的这个数值啊，可以买到14000的这个数值。那这是他的买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他的是可以使用某种杠杆的方法去买的，杠杆并不大啊，3到5倍的杠杆给到你，可以去买入它啊。那买入的时候，这种金融产品它在买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之前常见的汇市的这个杠杆相比，要比汇市的杠杆小，收益率也要比汇市的收益率要低，但是它的稳健度啊，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它的稳健度了要比我们正常的稳健度了要。就是要比外汇当中的稳健度要高得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金融产品真的很适合，就是如果你买基金的话啊，这个很适合这些个人投资者，然后去买啊，这个我也玩过一段时间啊，也有它的收益和损益表啊，那么在这个。这一列组合当中啊，除去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信息科技，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波幅的涨了1%，涨了1.7%啊，这是这部分的。好，那每天呢，我也会和大家去讨论一部分。那除去美团之外呢，还有小米啊，这也是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啊，腾讯控股更不用说了，腾讯也是中间。我们说的非常非常这个强的这种中国的这种公司啊，腾讯控股的这个，我们来东方财富网来看一下它的走势图。好，这是腾讯控股的这个走势图啊，截止到目前。今天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周 K 线啊，周 K 线。所以好多同学再去关注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啊，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种股指的走势啊，股指的走势。然后在股指走势上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这个行情整体的这个运行的状况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腾讯的运行的情况。最近呢，腾讯呢是一个比较盘整的一个相对盘整的一个走势，并没有走出一个大的这种行情啊，然后还是围绕在350到320之间上下盘整。但是整个这一周和这一年来说呢，也是一个相对持平的啊，从去年开始相对持平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腾讯呢，在今年呢，它的当年回报呢并不高，5.4%啊。但是美团就是这个组合里边的美团是相当好的，所以整体上来说，龙头股还是龙头股啊，还是会走出那种比较好的这种走势出来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产品啊。那之后呢，我们还陆续会和大家去介绍到后边的这些等等的产品。好，那。除去股市之外，进入到今天啊，我们在中间的时候谈了产品，没有谈个股。在今天的时候，我觉得白银啊是值得大家去交易的一个产品啊。在今天的时候，白银，我们做的时候做白银做的并不多啊，平常是做白银做的并不多啊，黄金做的比较多，白银做的并不多。交易当中，它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白银的4小时图啊，4小时图。我一直给大家说，白银在做的时候比较合适用4小时图，其中有一个
指标就叫做，哦，现在布伦特原油，出来一个很快的消息啊，金石数据报道的说，布伦特原油现在报价58.78，有一个下跌啊，原油在走下跌行情，啊，原油在走下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四小时图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叫做趋势线指标。啊，趋势线指标啊，我在这里就是这条线啊，这条线趋势线指标，它在这儿呢，我们看到白银在今天的时候，从趋势线的这个边缘向上突破啊，就顺势可以去入场，再往上走，白银会继续加码啊，白银会迎来继续加码的这种交易机会啊，这是白银的目标位置在哪里呢？就是多单的目标位置 up target。在哪呢？17.76块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17.76块就是它的向上走的 target。 当然一些做长线的投资人他可以在这个位置上不去做减仓的动作，反而去做一个加码的动作，然后去把这个仓位呢去补充到一个补充到更高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这个摄像头是不是设的不太清楚啊？还是上面这个是会更清楚一些啊，自带的摄像头更清楚一些。好，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会认为说，白银在这个时候呢，重拾一个涨势。我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潘先生在不在啊？啊，好，小燕姐问说，讲讲外汇，这个想在课后了解啊，不去多讲啊。这个产品当中，我们一部分去看股市，一部分去来看看汇市啊。当然主要的，我们同学主要的还是交易的汇市。好，白银在今天的时候开始涨过了我们说的月线。而且在今天的时候呢，是上破到趋势线，所以在下午交易的过程中呢，我们在这里面顺势就买入了一笔白银。在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在这儿看一下白银的图形，在本周用来决策它长线走势的这个指标有几个？第一个周枢轴线，第二个周成本线，这两个线型呢，分别落在了两个数值上。第一个数值落在了，给大家拿笔画一下啊。变得大一些，然后把下边的这个去减少啊。下边你也会看到这个指标，你也会看到，就是在ATR 指标上，先读一下 ATR 指标，大家有一下印象，1.2，就是一毛二啊，一毛二啊，大概是一毛二。这个对于 1.7 的来说呢，它就平均每四小时波动一个 0.8， 所以它的波幅是比较大的。然后 ADX 值呢，现在开始由这个DI 加，然后走到上边，逐渐有些抬头，就是盘整行情逐渐在走完，趋势行情逐渐开始的一个格局啊。我们来这儿啊，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图啊，跟大家好，我说的在本周啊有重要的位置，在本周有重要的位置出现。那这个重要的位置，我一直说我们在中间枢轴线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写错了啊，写错了。pivot
Pivot 在这周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的位置在本周的时候，它的位置呢是在大约的位置是17.5块，啊，这个位置是17.50。然后周收轴线周这个成本的价格呢，大约是在17.65左右的位置。那今天从这儿上坡，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呢，是在这个点上，就是它的前高这个点，大约的位置呢，大约的位置是在17.7啊。最近一段时间，白银是从高位的18以上的这个位置上回落下来，然后开始走反弹的。那在这种格局下啊，就在目前的这种格局下，我们看到它在今天在这个位置上突破了我们所说的趋势线啊，趋势线啊，标尺放过来，就是这条线。好，把它再画的再清楚一些。好，这个换个颜色，稍微粗一些啊，稍微粗一些，然后比着这儿再画一下，就是这条趋势线，这条趋势线将来它的目标位置啊。好，这条趋势线做完之后，它将来的目标位置在哪里呢？在它的目标位置是在17.8块的这个，是在17.8块的位置上啊，就是还会继续的向上挺升一段距离。那白银目前的走势，我觉得有几点了。第一个，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美元啊 ，US dollar 走的比较弱。US dollar 它是走的比较弱，所以整体上来说，在美元整体偏弱的状况下啊，在美元整体偏弱的状况下，那么其他的非美货币在本周上，我觉得如果不是有特别的行情的话，都是应该以一个啊偏多的思路来看待的，所以这是本周的中心思想。好，本周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元走的比较强，落实到各个货币当中。那我想，哎 ，sorry， 不对，是我说反了，就是美元这周走的比较弱啊，退后。刚才还说的弱，然后之前本周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元走的是相对较弱的。那落实到哪个上呢？就是你得到了这个信息，得到了美元偏弱的这个信息的时候，落实到哪里呢？就找那些比较强的，或者说合适在底位的这些行情啊，我们在脑海当中去做检索啊，在这边做一个检索。这儿我把直盘货币调出来啊，在这边直盘货币调出来，大家也在这个直盘货币当中想一想哪些货币啊，哪些产品它是处在一个啊，哪些产品它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弱的一个状态当中啊，相对较弱的状态当中，它是往上走的一个图形呢？就是在底部呢，哪些行情是在相对的底部呢？我们想在相对底部的有几个，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澳币啊，澳币、纽币就是在相对的底部。那么还有货币在相对底部了，瑞郎也在相对的底部，所以美瑞是比较高的啊，就是整体的美瑞是比较高的，所以啪一下，美瑞在往下走，其实就是瑞郎在升值。这几天的时候，美瑞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货币，对啊，防守能力又强，又抗拒风险，而且也是顺着这个思路啊在走的一个产品，所以我觉得美瑞在这周也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好的一个啊，美瑞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啊，美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图形。所以在这周整体美元偏弱的时候，做哪个呢？做纽币的多单。
澳币的多单，黄金的1485位置上的多单，美元对加币如果破位到1.3160下方的时候，那这个交易的结构了就会出现。啊，1.3160下方的时候，这个交易的结构就会破位出现。当然，我们在具体在日内交易的时候，我们说可能会有所反弹啊，有所反弹。但是中长线的时候，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有可能在这边走破位的行情，特别是假设原油拉出低点，然后又反上去的时候，那就更加有可能出现这个出现这个这种交易的行情。那就我们说的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白银啊，就我们说的白银啊，来再把这个白银调出来。白银，好，白银的图表我们看到整体目前的白银持仓啊 ，XAU， 这是白银持仓。好，白银这个方面上，我们有今天最新进入的白银啊 ,0.5 手的白银进场的。白银进场之后，今天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升幅啊，还在涨，看看能不能破位上去。如果白银涨破这个最后一个小线型的这个点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继续的持仓看多啊。白银在最近的时候，注意到白银实际上是有一个重要的关卡价位，这个关卡价位在17.5啊，就是今天点刺的这个位置17.5。给大家说一种现象啊，说一种现象，也告诉大家一个词汇，叫做无遮蔽脱离。啊，无遮蔽脱离，这个遮蔽这个词怎么写啊？大家自己小本本上记录一下，就很神奇的一种状况啊，很神奇一种状况。阳线涨，然后另一个阳线涨，两根之间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空档，这个空档是前一根 K 线的最高点和第二根或者第三根 K 线之间两不相交的这个区域叫做无遮蔽脱离的区域。比如说我给你画一个区域啊，就是这个区域，这里也是一个叫做无遮蔽脱离的一个区域。这里第一根 K 线的最低点和第三根 K 线的最高点之间两不相交的这个部分就叫无遮蔽脱离。白银的无遮蔽脱离出现在周线图上的无遮蔽脱离出现在15块5毛这个位置上啊，15块5毛这个位置上，两周相互不相交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这里啊，这里这个位置上，对，无遮蔽脱离，这今天再次跑到这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图形还是比较乐观的啊，整体上。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最近的时候，美元稍稍走弱啊。来，再看一下，XAU， XAU 大家也熟悉啊，最喜欢的这个黄金啊，黄金。哦，黄金在今天的时候也是从趋势线上边，也是从趋势线上穿出，而且有了一种飘出的迹象啊，飘出的迹象。所以黄金短线上是可以看多的，它的目标位置呢是在1498啊80点的这个区间上啊149880点的区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做单的时候，我一直说可以止损稍大一些啊，目标位稍短一些啊。止损变大了，那我们与此同时呢，
就会支撑到这个今天这个 K 线的下端，给个止盈的位置了，摆在我们的标准止盈位置上啊，这样的话，它的止盈止损的大致是一个1:1这样的关系啊，好，把这个单子也发送给各位同学啊，就是今天我们在亚洲盘时间段的时候呢，是做了一个亚洲盘时间段的时候是做了白银的多单啊，亚洲盘时间段的时候做了白银的多单。那么欧洲盘时间段的时候呢，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黄金的多单啊，黄金的多单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啊。把这个图也发给大家，这个发把这个。啊，发送过去啊，这个图形还在运行当中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行情影响。